等一下，林默，你再近看一下我的脸好不好？我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好可爱哟、哦！大家晚上好，我真的挺可爱的。哎，这样子，等一下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知道我没有洗澡哎。可以打晚安果果吗？我刚刚讲了晚安，我刚刚讲了什么吗？你的头发设计不错耶，跟昨天一样吗？你说我吗？我自己绑的呀。哎、欸，妈妈，你知道我做我喝那个你的消毒汤吗？你的肉骨茶消毒汤，因为很多大蒜嘛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就没有咳痰出来。嗯。对啊，好像蛮有用的。等一下再喝一碗。我刚刚有，我把面条吃掉。舍不得。大蒜不是消毒，是增加精力，不是消毒吗？大蒜不是杀菌吗？我这几天，我已经第800天没有卸妆了，我都早上才卸妆。我昨天晚上因为要那个。要化妆拍一些照片，我想说那我来化妆，就我化完底妆我突然好累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因为我的化妆的地方就是平常直播的地方，我就往后一躺我就大睡着了。而且妈妈，你自己如果有看到我睡着的话，你把我叫起来打隐形眼镜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但我都没有拔隐形眼镜，我这几天只要一睡着我就是，你想不到，我真的是连隐形眼镜都没有拔的那种程度哎，我真的是快要发疯了，我真的是替我的脸感到担忧。但是，就给你们看一下这，化好妆去睡觉，皮肤还是很好，怎么会这样？化好妆跑去睡觉。小心啊！对呀、啊，还没化好，我就化了。你小心，我跟国妈搞，国妈现在在我的旁边呢。德全，我今天播到七点多左右，我本来想说今天可以播晚一点，但是姑姑找我去他们家吃饭，对，我昨天好像有跟你们说，来接受告状。他出国玩到心都野，我哪有，回来直接变成一个作息正常的人，好吗？狗狗要回来了。心已经还敢讲作息正常，哎，我作息很正常哎，我现在都早上八点多钟就起床，刚刚睡了一个小午觉。都讲不懂了，还那草莓酱。大家还没有下班吗？大家都几点会下班啊？会不会等下我下播，大家才刚好下班，这样很难过。呜，杰米早午安，我刚跟你说午安了吗？耳机讲午安，我想打喷嚏。哇哇。
应该是吧。我下班了，七点多大家都下班了吧？搞不好你们七点才下班，有些七点钟才下班。我刚刚在看《La La Land》，我果然是没办法看，我真的很讨厌看爱情片欸。对了，好看，好看，但就是还好，不太喜欢那种片，但是蛮好看的啦。但是我想睡觉，是因为我怕，我想睡。等一现在直播想睡，还没出啊，还没出，还没下的。我在等 Mermaid， 我想跟你一起看 Mermaid。我喜欢他欸，为什么？超辣！我很讨厌 DC， 就是那女的超辣的。就是我觉得英雄这个东西是很独一无二的东西，就每一次每一个 DC 闪电侠有男生有女生，神力女超人不是超人有他的表妹，她也是神力女超人，我就觉得很不特别了。没有啊，可是那个 Wonder Woman 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角色，我小时候就有。啊，就神力女超人呢、啊？你说加尔盖多吗？加尔盖多，闪电侠里面没有他，只出现一下下而已。他根本没出现，他甚至没有出现，他有出现吗？我不知道。我那天去电影院看闪电侠的时候，我是睡觉，我去电影院睡觉的。我有睡着一下下，但是那是吴承恒。那一下下就阿姨演过了 ，maybe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那个不是神力女超人呐、啊，那个是女超人，她不是神力女超人。神力女超人有出现在闪电侠里面吗？念别人名字跟念咒语一样，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妈红包，我没有看到红包，再一次啦！哎，我要抢到了耶！我不是喜欢看战，我喜欢看科幻片或动作片。但我觉得最近没有很，我觉得最近没有很，我觉得最近没有好看的，我觉得最近没有好看的片。不喜欢还是讨厌恋爱，因为国爸从以前就很讨厌，就是我就是跟国爸看电影，小时候就会想要看，你是小朋友，你知道，就是小女生都喜欢看那种梦幻芭比的东西，但是我就是从小被磨灭掉，所以就没有很喜欢看。每次跟国爸说想看，他说无聊。然后那个你们知道魔鬼神探吗？魔鬼神探其实也算是有点蛮爱情片的嘛 ，Lucifer。不是魔鬼神探吗？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他叫魔鬼神探吧？他叫魔鬼神探。国霸的熏陶。巴本海默看了吗？巴本，翻译也太夸张。我没有累。神力女哦，对，他就只出现一下下而已。这什么时间直播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想要，因为我这次，因为我还你说网对对对那个美剧 Lucifer， 对对对，这是我一开始就是国爸推荐我看的，然后他看一看，他说后来我就说很好看，问他有没有继续看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因为他太多爱情成分在，太多很像爱，他是还蛮爱情片的感觉，他就不想看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看，因为主要是因为 Lucifer 很帅，太帅了，我可以看。我不太喜欢看探，就是我不太喜欢看单单爱情片，但这是这样讲吗？就是呢，电影里面可以有爱情成分在，但我不喜欢看整部片都是在讲爱。像《王牌冤家》，我就蛮想看的，可是《王牌冤家》就是爱情片，不是吗？妈妈，《王牌冤家》是爱情片吗？《王牌冤家》是什么？那个、啊、Kim Carrey 演的那一部，跟另外一个女生演的。金凯瑞 ，Jim Carrey， 好，
你去查。啊？好像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南部的丹丹爱情。丹丹汉堡的爱情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好烦哦、喔。是 真 carry。我不知道怎么，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的、啊。我不是，并不是每一部都讨，我没有那么排斥啊。但是就是要看我。我会快走，我会睡着。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《Titanic》耶，真的是看不下去。可是《Titanic》很经典，所以我很想要，我很想要看完。我觉得它是，我觉得它是一部很经典的片。但是，可是《Titanic》算是有点剧情片吗？你刚看15分钟就睡着，每一次都看15分钟睡着。对，我的《Titanic》的那个的记录是15分钟。今天晚餐吃国妈的沙菌汤汤。今天晚上去啊，对哦，今天晚上去姑姑家吃啦。王牌冤家。而且我最近，因为我去美国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好像是他为了失恋，然后他失恋太难过，所以去把他去一个诊所，把他的记忆给抹除了，把他恋爱的那段记忆给抹除，然后他又重新 fall in love with her。2004年，很像是讲是这一部吧。沙菌汤，对，我国妈帮我煮的肉骨茶汤，然后很多大蒜。你时差恢复这么快？这个吗 ？Yeah, it is. 这段。嗯哼。我没看过哎。果果看过《爱情要不要》吗？男女主角都长得太……真的假的？我喜欢看男女主角都很好看。男主角也帅，就叫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我看片，我会喜欢看我喜欢的脸，就是我会想要看好看。我来，你查一下。快十年，天哪，好久。来看看爱情要不要。我真的没有看过半部爱情片。有啦，那部啊，星际效应哦，不是啦，星际过客啦，不是星际效应，不好意思，星际效应太好看。什么爱情要不要？我都一直乱。什么？为什么他啊？什么爱情要不要吗？为什么他直接啊？为什么我的手机怎么了？怎么他不让我寻找？啊，有了有了，我的网页刚刚坏掉。哦，我知道这一部，但我也没看呢。有啦，我会想要看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冷的要拍一个小时。因为大学，所以我要有，好像跟我分享过，哦，果果要看爱情片，没有我在讨论我不喜欢看爱情片这件事情。但是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在滑 IG 或者是脸书的时候，会有一些那种片段，我就觉得或者是配音乐然后剪那个片段，我就有点想看，然后每次去找了之后，我看了10分钟又会睡着，很无聊耶，超无聊的，每一部爱情片都讲一样。可能你不要爱我，明天再爱我好不好？琼瑶剧吗？啊，那不坐轮椅的男生你不是也喜欢？被我讲得很不练，没耐心等铺陈。被讲得很难看。
那一部坐轮椅的男生，然后女生喜欢穿很丑的长袜那一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蜜蜂。对，蜜蜂的好可爱，那部我喜欢，我觉得那部很感动。内心是男生的小，我是没错。没有，很容易变单身狗。我那时去洛杉矶，我不知道那种路边会给你收小费。路边会给我收小费是什么意思？我要马上就给答案的那种，就很无聊，就他们要铺陈，然后一下又……我跟你说，爱情片的逻辑就是他们遇到了，然后 fall in love， 然后他们吵架分开，最后发现离不开对方就和好，哪一部不是这样演？每一部都这样演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对不对？都这样演呢、啊？就是要看啊，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看到对方的时候先讨厌对方，你看先讨厌对方，他们互看不顺眼，然后之后在相处之后，然后就那个爱上对方，就后来呢干嘛误会随便吵架，随便就吵架吵一吵，每天在演失恋给我看，我不要看难看，然后失恋完之后说哦我离不开他，那就和好，然后就去结婚了。有你抓到精髓。你说你不会想看什么秘密所以我觉得对就是那一部啊，我觉得你好好的叫、啊、你好好的、啊、那个生命中的美好缺憾，那个我好像还没有看。嗨大姐你错过了我，你看的啊，你说那个插管的女生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超好看的。那你有看寇蒂演的那部吗？是吗？是 那部是生命中的，对呀、啊、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有另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是那个短头发女生，对不对？对，她生病的那个。对，然后还有一部也很好看的是直来直往直接给答案神了，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超好看的。那有另外一部啊，又哭又笑又无奈，哦我知道了，我也是耶，我被楚巴卡骗了20块，很少在看班杰明的奇幻女神。我不行，那个不真的那个太奇怪了，班杰明的奇幻女神是那个吗？对啊，那个好恶心哦，我不想看呢、欸。不要，很好看吗？如果很好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啦。我不能这样子就往下定论，是这样说。我是洋片，我也是。另外一部啊嘛。Five feet apart。哦、oh, ，对。那个很好看。那个也很好看。那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男主角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看。跟我去看电影，看什么都好。快告诉我错过啥了啦？没有啊，我是说我们在讨论电影。动作片都喜欢看什么？我都有看，但是有一些经典的我没有看。因为我看那个叫什么，我看美剧比较多，所以我看漫威 DC 啊，然后跟国巴去看了各种电影，但我都不知道名字叫什么。我有看那个他叫谁啊，烦哦，什么薰衣草什么鸟什么鬼的。你登入我的 YouTube 吗？为什么跳出来？没有啊，没登啊。好吧，因为你睡觉前我知道。我知道啊，那个啊，星际过客那部我很喜欢。那不是我难得喜，对，我看到哭，对啊，怎么会啊？对啊，我们怎么一开播就在聊电影啊？嗯。有了。
想过了。跟大家分享过去美国迈阿密，我知道那一部。我还喜欢看喜剧，就除了爱情片我都喜欢，我爱看恐怖片。哎，我刚刚睡觉的时候做噩梦，也超可怕的。我梦到成员们呢，我梦到卢卡、丽卡，我梦到卢卡、怡珍、小琴、玉林，跟一些奇奇怪怪没看过的路人。我们在地窖里面，很闷的那种，然后要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然后就碰到鬼鬼，来跟我清忏悔。密室逃脱？密室不是密室逃脱，是我们真的在那种地窖里面，是认真的地窖。是我睡觉睡到很热。然后我们就要对抗那个妖魔鬼怪，这就是我喜欢看的电影，这就是那种我喜欢看的电影，就可以碰到。可是就很对，我们没去啊？什么你们这样子？为什么没去？是没有来握我吗？还是？就是有来，但没有有来，没有握我。一群成员的，不是那种贴了很多很多，他旁边贴了很多恐怖片的海报。多回去，太恐怖啊！多回去是那个带着脸皮的那个吗？那是 Chucky 哦。多回去是那个带着脸皮的那个，喜欢把人家的皮割下来的那个。哦，人比鬼恐怖。I want to play the game。Board 怎么拼啊 ？Board right？ 没事 ，Corner 找我。Corner 说他在家，问我在干嘛。可以啊。有啊，我昨天有跟他们分享啊。你刚刚分享了三个乐园，四个乐园。对啊，还没有。四个乐园都分享完了，两个 Disney， 一个环球，还有一个。很臭，很臭，有。很臭。不是说你玩第一个就头晕，然后就去。哦、oh, ，对哈。我们去，哎呦，其实还蛮开心。这次跟蹦蹦有点血腥。就是还好蹦蹦跟我两个人都是有公主病这样。然后我没填到哦，没关系的。以后有机会或者是可以去现场买之类的嘛，握手会可以去现场买嘛，可以吧，可以的吧，不需要忏悔就来就好。不过放心，你梦里很美。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我去美国，我都还没有跟你们分享完毕。其实我也没有骗人，你说你有甜，我头有点痒，好像洗头。你头超油的，我头哪有油啊？我头超香的，好不好？这样等一下，人家会不会闻到我的头臭味啊？
等下蜗牛会不会闻到我的头臭味？但我没时间洗头耶，怎么办？戴帽子。哎，有点道理。难得遇到比我高的人，都会担心他们会不会，都会担心他等下闻到我的头臭。哦，好，国妈硬要我分享。那你可以帮我热一下我的肉骨茶，玩在这里，还有水水，谢谢。好，你先听我分享完。我们去那个 Six Flags 那个游乐园嘛，那个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游乐设施。反正我基本上就是不舒服一整路，而且因为呢，我去之前我就已经吃了晕车药，结果我下来了之后呢，啊，结果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玩的第一个，我们玩的第一个游乐设施就是，好想要找给你们看哦，不知道有没有哎。而且是后来我们听他们那边人的讲，那边人说那个游乐设施就是，他们说左边那一区他们就不会走过去，就是因为很那个游乐园很大，他们有分左边跟右边，左边就是比较那种一直转圈圈的那种游乐设施。然后我当下因为那个人排队最少，我们想说哦怎么排队这么少，我们就去排了。然后排完之后才发现，才知道说为什么人排这么少，那真的是有够头晕，有够想要呕吐哎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，好像就是反正就是太阳一直都很大，所以我整个人超不舒服。然后他们的餐厅又没有冷气，他们餐厅没有座位也没有冷气，所以呢，我跟蹦蹦就跑去，我没有吐，但我就是头很晕，很不舒服。结果跟蹦蹦大概就在我跟他在商店大概待了2个多小时吧，我们两个真的是待了2个多小时，超级。在里面滑手机。没有，在里面逛街。哎，你们知道 Six Flags 卖的东西我都好喜欢啊。Six Flags 卖的东西是那个哎，闪电侠那 DC 的，我超喜欢，我就一直逛。但我没有，我买的唯一一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出国的时候买马克杯，但是我这次带太多马克杯回来送人。我送国爸国妈，然后蹦蹦的家人，反正我买了超多的马克杯，还有爸爸嘛，哦，我讲过了。我的，然后因为我跟爸爸是情侣马克杯，也不算是情侣马克杯，它是韦恩七爷的马克杯，就是你知道那个电影里面好像有出现过，就是韦恩那个闪电不是蝙蝠侠的马克杯。就是写了那个韦恩企业，然后我的是 Star Lab， 是那个闪电侠的实验室的马克杯，就是一个黑色一个蓝色，那个闪电侠的杯子我超喜欢的，结果我打破了。还特别背着它，因为我想我把我的全部马克背在我的后背包里面，我想说不要就是让它有任何机会破掉。结果呢，我在机场的时候回来的时候，我推车，我看到国爸跟国姐太开心了，我跑去抱他们，结果呢，我的后背包直接这样重重的摔下去了。我很想要再去一次 Six Flags， 不是因为他们的有那个，我很想再去买东西一次。他们的杯子都超可爱，而且他们还有卖那个，对，我就把我的杯子给摔破。希望以后机票不会这么贵，就还想再去玩一次。Tika， 你的脸嘴巴很臭哎，你弄到我的脸，我脸有点臭。
现在要喝水吗？还没有说分享小岛世界哦，那个也超好笑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我的好朋友，我觉得我们是从台湾，那是那个不知道什么，有什么样的那个哎、欸。魔咒还是干嘛之类的，闪人哦。小吴辛苦，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，我们去玩那个小小世界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一个五分钟的游乐设施，我在里面坐了半小时，我听小小世界听到我快呕吐了。我们坐一坐的时候就遇到故障，然后呢，他就一直说什么有设备怎么样坏掉，说会暂停还是干嘛的，然后可是我们就还有继续动。然后呢，越动越塞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后面跟前面，我还以为我在玩碰碰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，我找一下。哦，然后还有一段是没有音乐的，这么可怕的。我已经在里面看。超级可怕。然后我朋友，我在里面已经美好的东西立马变，真的超可怕。这个有拍到不？有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吗？真的是傻眼了，超级大塞车哎、欸！对呀、啊、，Hello，follow slow 什么 ？follow 哈？真的塞车，好像在对，这在迪士尼。我要，我没有看到那个蹦蹦说那个，他说等一下我。附近频道，你好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哎、欸，这好浪漫哦，茫茫人海中发现，但我现在好邋遢。给你们听我的好朋友说了什么？再讲一次。为什么现在设施会故障？因为这些娃娃被关太久，我现在在观察他们有没有做一些娃娃不该做的事，眼神乱飘的。乱动的，我全部记起来。他想他哦。他说他在看他们有没有罢工的。哎哎哎哎！我不该做的事。我结果害你们错过那个。对，因为我们早上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游行。那个游行的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错过它了。然后本来想说做完小小世界就去等游行，
结果呢，塞了半小时出来，我的游行都走掉了。没阿咪，蹦蹦，我想他了。没有 Tinker 吧？我看人家去每个那个游行，那个 Tinker 不要跑出来。你有看到游行吗？你们是看晚上的对吗？晚上的也没有看到，因为也没有好的位置，因为他去坐了那个 roller coaster。你没有去坐？有啊，我本来想要直接出去，我着急说，我怕我做不到，给你们看我出来。还没有老呢，我还没有拼凑我的影片，我到时候要来，我到时候想要来剪影，也没有剪影，就是用一些片段。因为我们在玩那个游乐设施，所以我很怕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。给你们。我要直接跑去看，我好开心哦，因为我以为差点要看不到，我们错过两个游行，我再没有看到烟火我就会很难过。因为小小事情。对啊，你看我妈妈，我给你看这个影片吗？嫁儿童吗？我原本以为出来的时候没有。我还要找那个给你们看。因为我昨天，我没有网络。我昨天还没有跟大家分享，我怕有些人看不到。因为昨天我播的时候是上班时间，但现在很像，对，大家也还没下班。好正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房间也太可怕了。就是那种设计的
美国游乐设施操场坏掉了。美国那种可能太旧了，他们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买了。谢谢妈妈。然后先跟大家分享，后来我们去迪士尼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去跟小朋友一起跳舞。你看这个。全部都是小朋友，哎呀呀，蹦蹦。然后我们就遇到小小世界坏掉，结果我没想到我最后一天的行程，我去看《悲惨世界》也坏掉。后来表演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那个爆麦的声音，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很熟悉嘛。然后想说哦，还正常，可能是突然之间坏掉一下下。结果后来又一次，就那个哔就要爆麦了嘛。奇怪的卡通人物，然后呢他们就有一段唱歌是完全没有麦，就是是从台上发出来的声音，就是他们没有麦克风了，砰的声音，对，走到哪坏到哪，真的走到哪坏到哪。Adventure 我比较喜欢。Adventure 不是没有那么可爱的。对，是比较像大人。就是游乐设施比较多。对对，这 Disney 是卡通人物比较多。所以那大摩天轮是 Adventure。Hello， 有吗？有吗？我刚刚接到一通电话，结果是诈骗。诈骗机的，就直接跳下课钟，要专业，他们才是专业的好吗？妈妈，你太大声了，你太大声了啦！好辣哦，等我那个一下。你是专业的，不一样，他们那个是不一样的专业。妈妈那个的，对。你吃你那个很酸的糖。哪有，不是很好，超酸的，我觉得，没觉得。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好吃的。嗯。你跟大家分享跳跳糖，那是跳跳糖。我说这是蹦蹦喜欢的糖，然后我就买了，我也买了一包回来。它外面是果糖果，然后里面是软糖。妈耶！我等一下去找姑姑吃晚餐。你现在要去接啊？你不要啊？太早了。你现在不让回接啊？等一下要下雨怎么办？好想吃 avocado 哦。妈咪可以帮我买一些 avocado 回来吗？ Can I? Yeah.下雨应该是不，应该不会下雨。昨天下完雨之后，我就出门上打工了，然后就有小太阳，小太阳，小青，嘿嘿嘿，小青好。
佩罗尼，就是姐姐带回来的，那看起来像是餐厅。太喜欢带很多东西了，整斤。是 Universal。马里奥很可爱，我有发给大家看，在那个现实动态，这边还没有发。然后你就出名，在国外出名。你说帮台下帮他们唱歌这样吗？哎，对哦，等一下应该要来看《悲惨世界》的。但我感觉我看《悲惨世界》大概90%要有人睡着。唱条吗？我会被逐出去，好吗？好看吗？《悲惨世界》应该不会睡着吧？甚至唱对方的歌，唱什么什么唱对方哦，什么唱条吗？人家还有被赶出去。It'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. It'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. 我今天的双眼皮也太明显了，果然被洗脑，太可怕了！天哪，一直听到他。我去的沙滩我也不知道耶，就是一个 beach house， 在我也不知道在哪，我也一直被你洗脑。人生够全，我比较想看，对，我也是，就是看一些喜剧啊之类的，就很开心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小姐很白，好白 White Chicks。借我再看一下大家的，哈哈，好可爱。妈妈，迪有冰皮月饼哎，你看你要不要吃？你不是喜欢吃冰皮月饼吗？你去看他的现实动态。小迪，我在看大家的现实动态。
容许我断线两分钟。晨晨竟然在跟大家打传说，好羡慕，我也要。妈妈，你快点载补补回来了。我会想他的啦，可是我又不要你出门，很烦欸。我觉得家里的婚纱啊，好漂亮，她的礼服好漂亮。让我不再害怕黑夜的尽头，紧握初衷，勇敢追求。真的大断线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了。为了抢跟你同一组上演真人快打，会内战的。下播去，有晨晨有邀粉丝跟他打，那博晨有去打吗？你不要害死我们。终于打完公演 report 了，我要去看果果最近有啊，我最近11点12点多就会很想睡觉，所以我就直接大断线大睡着，大断线大睡着。什么博城？我要来看博城的旅坡。我就想起希望的烛光，我要把你朗诵出来吗？恢复常态了，真的吗？希望不要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来认真看一次，先掰了。你要去忙了吗？你要下班了吗？可是我等一下要去找我的姑姑吃晚餐，所以我今天等一下，我等一下7点就不在了。
破防。最后的时候我也很感动，你们每次都最后都越喊越大声，就是很感动哎、欸。多一天，对的哟。我明天我要去打，你会打传说？你不要，你看看楼上反应就。我希望我可以用正常作息，还蛮不错的啦。不会啊。你们看我买的礼物，再一次，这是我买了两只，本来另外一只要给，一只给国爸，一只给姐姐。但是国爸礼物快要被抢走了，因为小周很喜欢。我自己的感觉是完全前几层的，真的吗？哦，谢谢。好想要，他怎么跟我一样？怪人跟你有点像，但总比一直看你断线好。他嫌弃我了，他嫌弃我了。星际宝贝的果果，我也是格鲁特嘛。我应该比较像是长大了的他吧，好可爱哦！我想我不要给国爸了，我也不要给小周，我要自己留着。啊，很可爱，他很可爱。好想再去一次，我好想要中乐透然后去。这样我就可以买好多东西。哎，他可以在桌上跳舞吗？天哪，他可以在桌上，他是不是可以在桌上跳舞？超级可爱 ，House US， it's so good， I mean it's really good and I love it， yeah， 很想再回去一次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吗？想再去玩一次，我还去逛了 Target。白花绽烂，盛开有力，牵着彼此的手。冒出香气，希望的钟声不觉回荡在空中。我最后一次去是 Hello 家树，晚上好，没瞎到。也一起，还是我以后去当代购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就是也可以啊。可是我很好奇代购的话他们是要怎么把东西，哎，我有跟你们说我从美国回来
超重三超重被加$100吗 ？Working holiday， 什么是 working holiday？ 我帮你们带过树人回来，我帮你们带过 Groot 回来。你超扯！我有看《星际异攻队》，我好喜欢。对，所以代购的话要怎么把东西带回来？不会超重吗？而且代购真的赚钱吗？这是一种，人没超重没打工度假。好像有点想哎，不要，我要去美国代购。可是我是说，光去光一个门票，一个游乐园门票的价钱就很贵，代购是要赚什么钱呢？而且代购。要怎么赚钱？一点不好赚是吗？是哦，吃也好贵，对，携带货。好想要吃日本的那个蛋卷哦，突然好想吃。而且代购到底要怎么代购？等于会赔。对啊，而且可是，太高了没人跟你走。而且有些人不会要求你说，就是，要拍那边的价钱给我看之类的嘛，就是可能要拍商品的价钱啊。那这样我要怎么抬高我的商品价钱？走啊，听哥，你陪我，你陪我啊！你要去哪儿？嗨，还是我的小仙，再出去圈圈他。可是美国，我发现美国很多，应该不。现在是因为我把我那个杯子摔破了嘛，然后我还摔破另外一个要送礼物的杯子，它是那种有盖子的那种杯子，然后盖子也被我摔破了，然后我就想要再买一个杯子，我就去上网查 Six Flags 的他们的周边商品，他们都没有哎，他们台湾都买不到哎。Six Flags 的那个周边，对啊，可是他们也没有代购之类的，竟然。还是我就常住在 Six Flags， 然后当 Six Flags 的代购。拜拜大家，我要去美国了。嗯，太多日本代购了。赚退税哦，哦，可是美国不能退税，对不对？都没有退税，那真的很难赚哎。你要去哪里，臭猫咪？听歌。什么？赚钱哪容易的？我问你。赚钱对啊。哪有容易？跟我说。不是，我是说很难赚钱，很难赚。赚钱反正都很难，是吧？那万一
代购很，代购不赚钱呢。代购不赚钱是什么意思？谁这么可爱？是谁这么可爱？是谁这么可爱？呜呜呜！哎、欸，你有看到一下你的这个哦，嗯、这个是啥 ？Last of the group。有人专程接代购，是的，也是。代购，我还是不要当代购好了。那自己买的比代帮人家代购来。对啊，我每一趟出去我都会负债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帮人家代购，结果买的自己买的比较多？对啊，帮人家的钱赚的钱都买掉了。不会耶、欸。我去借我的宝贝了，再见。快回来。我被妈妈来了，哎、欸，我要去拿。我被妈妈来了。海关会抓啊？真的吗？现在代购是不合法的吗？不到一小时，被磕到比较重。年历，我来看。当年我有搞一团专门买一某一韩团的年历，一十元，搞死自己，然后只赚十元。哦，所以是超重吗？你是运回来这样子是不是？对啊，好难哦！我觉得光是运费就很贵嘞。是不是因为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没有人在做那个美国的代购吗？是不是很少有美国的代购？那时候在美国应该要偷偷的那个的，不是偷偷，算了，我自己都东西扛不回来了，还要代购，那么长跑出去了，哦，都是网购比较多嘛，帮人家网购。你们猜这一支多少钱？这是环球影城的，你们猜它要多少钱？马上哦，199，认真猜的哎。认真猜这只多少？300，你们觉得它值多少？300美元吗？500台币，台币19美元，我来算一下多少钱。400元，差不多哎，很便宜，差不多500块啦。它很便宜，这样子超级便宜的，就会被盯上哈。所以不能做代购吗？
15块美金。这个感觉卖900块也会有人想要买吧？我要回美国，然后帮们大家代购这一只，然后我要卖900块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很像很适合代购它回家。有些东西很贵，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还就是想说哈，怎么这么便宜？这只乖乖哪有啊？果果要考代购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这次去他们的游乐园，而且你们知道闪电侠的马克杯才卖24块吗？我觉得很便宜耶，我真的觉得很便宜耶。是你们会想买24块是多少台币？没有，还是12块啊？有一些是12块，我忘记，因为我有买一个大的杯子。它是那种不锈钢，然后有盖子的那种，那个好像才那个好像才是24块还是29块之类，然后普通的马克杯才卖14块耶，那也很便宜啊，不便宜吗？很便宜吧？我要回去做代购，然后我要卖900块，我全部卖900块，14块的话我都卖900，14块算500块，我就赚400块的一个杯子，我是奸商。你很有钱哦，我是去赚钱的，不是去那个花钱。90元还差不多，哪有啊？马克杯，马克杯，你们知道有图案的马克杯很贵的吗？还是因为我小时候买太贵？因为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去那种台北会有那种商迪士尼商店，然后都会有卖马克杯。他每个马克杯都卖我1000多块耶，1000出左右，很便宜吧？不便宜吗？我要去当代购了。是 Made in China？ 不是吧？看一次，这个是妈咪的，没有写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喝太多水，我想要去那个。我回来了，
我回来了。我发现我的这里无声胜有声。Hello, Hello, 阿牛你哦。我这边好痒，我这边被咬了一个蚊子，被一个蚊子咬。上班偷懒看你直播，好久不见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呢，我的乌龟，它最近很好动，它最近超好动的，它一直，然后我等等就好的，辛苦什么好痒，我这边很痒，这边被咬一个包。忍者龟了吗？我就想说他最近很活泼，他超活泼的，然后我就会把他放出来我一下下，但我又因为是结果都是要去宜兰。为什么去宜兰？大家都要去宜兰玩吗？现在吗？这个过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，这个，嗨，可爱，可爱，这个口。你好，小农夫。我想帮他剪后面的指甲，但我又懒得去拿那个，所以算了。握手会那天要去啊，那你不来握手的哦。来来，帮你梳毛。他一直掉。我要去忙了，你就辛苦了。以后也一样吗？现在没有，以后想有一点困难。我会尽量，还是希望在八点左右播，因为感觉大家的那个时候比较能看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播八点，但是要看我现在的时间，因为现在晚上可能都要排练啊，跟打工什么的。播24小时可以吗？是可以的吗？早八吗？
晚上八点啦，我平不是都播晚上八点吗？可以哦，挂听。你说现在吗？我可能还在睡。晚上八点啊，我什么时候播过早上八点？早上八点我可能也还在睡吧。没有帮你梳毛的题了，你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梳毛了，你需要梳毛梳毛。有人播过油啊，肯定不是我。抓去走操场，真的假的？极限挑战，可是阿丽是不是都播早上八点呢、啊？六点真的会放掉，我可以播半夜两点吗？早五有人挑战，我是没办法了。是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是早睡早起好宝宝，我不是。咬我！你不要咬我！你干嘛咬我？嗯，臭猫咪，舒烦。被你们看到，你都晚睡还赖床，我是的。是果果没错，我是说晚上八点啊，我没有要播早上八点，各位请不要紧张。播早上八点，你们可能就是每天看不到我。还挑时间，要挑战播半夜吗？我感觉晚上八点是就是我最喜欢的时间，可能因为我也习惯了吧。播24小时真的不要，我是还蛮想要挑战看看的，12个小时之类的。你们就会看我一整天都待在这里，然后看电视，然后可能还会睡着，那我就被出镜了。12个小时，我有奖品吗？12个小时，我有，是我吧？我有没有奖品？工作我也吃不住，你们就会看到我在这边，然后发呆看我们电视。是我有没有奖品？是我，我是不是走错房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走错房？我不是郭馨予吗？你自己要播12小时还要讲？对呀、啊，我都免费陪国宝贝播十了，该给奖品吗？我现在手机掉了，你手机坏了吗？手机还好吗？所以阿牛现在是
丢。对啊，阿牛现在是在火锅店吗？你毛很多，其实。他怎么舒服到给我睡着？冰桶里面会过热，放完火锅里面再放到冰箱里面是吗？冰桶里面。你这样我比较好睡。没有那么惨，我们不是在说手机吗？我想把自己只有愿不愿意。你要准备一浴缸的，你要准备一浴缸的的。手机一个小屁股按那个大冰桶，一个给我的手机，一个给我自己，塞一个小的，再塞大。大家有没有去泡过冷泉？应该都有吧。而且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？我要开始点名喽，大家。请问德泉先生在哪里？请问加速先生在哪里？请问大健在哪里？请问樱桃猫在哪里？请问没有名字的人在哪里？请问博成在哪里？现在在吃饭，你们在吃饭吗？小吴在上班，因为都在上。嗯，好吧。Yes， 啊，你还在哦，叉叉还在。好，该下班了吧？你们都不陪我了，你们现在都不陪我，你们现在都不理我了，你们现在都嫌弃我了。我刚刚有打字哎，真的吗？你刚刚有打字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果果曾经有把手机放在冰箱，我有啊，我才把你们放在。茶茶是抹茶还是绿茶？还是抹茶吧。看你耍猫就好。大健先生，什么意思？我才刚找你，然后你就进来了。被我呼叫，你听到我的呼唤了是吗？我在看狗狗。下个月对啊，对哈，我们要讨论衣服。我还没有穿过那个哎表演的衣服给你们见面过，你们会想要看吗？但是因为我觉得，握手会感觉比较像是，我也不知道哎。也不是私底下啦，就是私服嘛。这次没合照会吗？嗷嗷，但是我嗷嗷嗷。是不是不能输猫咪输太久啊？我还可以继续输它吗？
什么不能输太久？很可爹是什么？可爱的意思吗？是某某吗？哦，会受伤吗？哦，不舒服。但他感觉废毛很多哎。嗨，看我。你要梳你的小下巴吗？帮你梳你的小下巴。哎呀，这么可爱，你这么可爱，你这么可爱。开图起直播。才看整天，某某直播一整天，我也想看。不会啊，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杀。啊！不要咬我！七个小时，哇！哦，很甜很会吗？桃桃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！你的大腿裤还没有梳到你的大腿裤。你是不是要咬我？打一整天吧。是哈。不梳了，不梳了。人家想要冲个澡再出门，我跟我的姑姑啊，我跟我的姑姑是邻居。他为什么不要我碰他的脚？我不能碰你的脚脚吗？你的脚怎么了 ，Tiger？ 你受伤了？那我碰你的这里呢？在这里呢啊！我什么时候不能碰你的脚了？你什么时候不让我碰你的脚了？你看他这个人，那能碰你脚脚，那我可能也会咬你。Tiger 会反抗，他不会，他爱我。你要对我炸吗？我会，我会对你炸吗？哎呦妈呀！等我一下，我把我那个音远一点。我的桌子，抱我就好。是你要，是我怎么抱得动你呢？啊，它卡住了。拜布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那个谁呀、啊？幻影战士，你怎么？我这不是大，这不是幻影战士，是大便。你好，大便。我给你哈，我看。现在吗？
好啊。那你要传到兜粉嘛，这样大家就也看得到。你记得，我记得他的 ID 啊。他大概是唯一一个人我会看 ID， 就是我是看他的 ID， 不是看他的名字的人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欠扁。赶快去工作啦！赶快去工作，等一下就要下播了。你大概是第一个寄粉丝 ID， 传的都粉。这么说我是没有名字，不是你才不是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，气球告白可乐王。既然说过，请打，请打。你再给他看一次，他现在在看我吗？你好，同事，我稍早也有送告白，对不起，再一次，那我补一个给你。谢谢可，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博成。谁提到我？大便先生。目前没有人在提醒。好啦，不要打架了，开玩笑的。还是偷偷揍揍他一拳好。Tiger 啊，我要拍给竹宝贝看，这是竹宝贝给我，他给 Tiger 的床，也不算是他给 Tiger 的床啊，是，对，是他给 Tiger 的床。Tiger。看你有没有猜出好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叫做大便，你看到吗？你传在哪里去？我来看看，因为我的平板没有豆腐。Tiger被外面打喷嚏的人、打咳嗽的人吓到。其实我没有知道很多迷因诶，吃饭时间，一直咧大便时咧掉高，对嘛？谁呀？没有水准，对不起哦。那是谁？台语歌给你听，我听不出来，半个都听不出来。我把刚挠挠，我听得出来。把刚挠挠是什么、啊？好好笑啊！把刚挠挠，我跟你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快点，我要跟你分享，我要，我就要，我就要。把刚挠挠，他等一下才会有。不然都是我，不要害我一直偷偷乱念那个字。
还没，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我是有一天餐厅一下班的时候，我同事放的。过去转为空白，回忆追逐着现在，却也原地徘徊。好哦哦，好哦哦。我很喜欢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它好像只有一点点拉大变化，搭建呢？哦，屁孩的。怎么这么漏气？来了来了来了！老灰娃的爱情，你买的哥哥的，我就永远追起。时间拢会过去，别糟蹋你家己。我想过我多再爱你。对，是森林之王，好听吗？为什么要喊？不好听吗？再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嘿，杰克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刚刚不见，我刚点名你不在，怎么会这样？缺掉音师。好，行行，真的吗？我会，我等下唱给你们听。我要先唱另外一首歌给大家听。融回我的爱情，你买个哥哥的，互相永远做起。时间拢会过去，你买，我想要过了我再爱你。什么鬼狗在 ID？ 我爱爱情，我买个哥哥的。我要唱这个，这个我的台语比较厉害，因为我唱过很多次。这首你没有听我唱过吧？你还是唱英语很久，很好，不会，这个很厉害。我唱过之前，唱来听，我听，你听，无出脱的人，这个你就听得懂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听到了？哇塞，你老爸都嫌我歹，哇塞。恁老爸都夸我无爽快，哇塞！恁家会到敲我三摆，规家伙拢有人去收我拢会知。我拼乎你的鸡都乎你爸掠掉，我打电话去恁家都乎恁妈挂掉。连我入去恁家都有人来偷笑，我唔敢出去，哪会这衰潲？恁老爸夸我无我选，你丢乎伊看，伊嫌我无够好呀，但我有好的心肝，所帅也去恁家了，都在夸他来偷卡。若是人我要找因走店，我拜天我拜地，跳步三步来做伙，你永远是厝内想甲伊彼一个，只是人无法度，予伊山明海誓，予世人相爱的小酒嘞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。有吗？我进步了吧？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。你上错了，你这唱的破的台语，哪一位？
这辈子无法的话，那可以下辈子好吗？你说当朋友的话，那我也就这样说吧。我看着你去爱谁，比做牛做马还累。你另一半在哪里？我 I don't care， 我什么时候会离开？在走上奈何桥，不选择孟婆汤的话，我吞下那不该吃的药。为了可疑，带个望远镜。我可以唱那个什么过爱丽丝拜啊。这个我不会啊，不是是爱情比你比我熊熊嘎嘎嘎伟大，这种我不会。还有拼音哎，我可以看，我可以，我会。到底可想提起的听得？等一下，很丢脸哎。笑看好世界的停车，你是我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不行了。关了我这款的人，下班一定当时间好。我只是不愿离开你也如我的人生，无情的爱情伤害的造成，你我就爱来付出你和我。我会这边，我真的会。不是你认真听，我这边会哦，厉害！我要拿近一点看。爱情里比我所求的更伟大，你可曾知道最后的期待？你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会了解。谁来到下一站？那个最满意。爱你爱到没办法，是不是蛮厉害的？好，下一个。上一首是我练过，这首要练就会好听了。听这首歌，我会嘻哈装矫情，我唱给你听。这首哪是？
唇又不是。闹的！闹的！这首又不是台语。让我听啊！我牵着我的牛儿在田间向我哥哥，那边是回一下牛娃娃，把歌先来歌。你是想尿尿吗？尿尿尿尿！你是想尿尿？环节，成年环节。You are my country lady girl， 你的胸别跳过，胸别摇嘞，我来过一杯。你是胖胖，我是长征。你若胸别跳舞，胸别跳，你下皮我拢爱。我以为。我的真心，我的真情，问你是否听到吗？我的爱人呀，最大风雨都不怕。我今现在的喉咙不行哎。都不能唱歌，我的声音还烧瞎当中。要不要订？好想要订哎！是那个饶舌歌手吗？哦，你弹的吧？要起来！我来做 DJ。你是长盘，我是长针，能让一万两走回。你那胸妹跳舞，胸妹学习，虾米我拢会。如果我订好乐迪，我就去。那你要请我吗？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？就是表演的时候跟直播的时候长不一样。是否听到吗？哎呦，七点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我的喉咙。我的喉咙还是好干哦。
真的不一样。前课啊，我也比较喜欢，我就是为你。前一节课什么意思？我等一下要去看柯南。今天算长差不多了。不要，你们就不会安慰我一下我？你不是要去找？啊啊！哦，你们都。我还没有跟你们聊天很多的感觉，第一个你想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上去？哎，这来，我的猫想要去听。欺负我的喵，明天不是还对，明天还有。对，我要去找宝姑了。只是果谷那一餐就不行不行，我要去吃果谷的好吃食物。他今天煮的什么好料？我也不知道他今天煮什么，应该没有海鲜可以吃，不吃而已。他除了做海鲜，他最喜欢做海鲜。可是口牛不吃海鲜。是吗？嗯。匈牙利有海鲜吗？有吧，匈牙利蛮多海鲜的吧。是吗？匈牙利很多海鲜吗？感我不知道，感觉像 ，no， 嗯，帮我打榜，那我先来念榜好了，我不要，好了，我要来念榜，为什么今天这是什么？我又忘记我要按哪里了，好这里，我一直按错也没吃，哎，哦，找到了。今天的第十名是企鹅，是企鹅，谢谢企鹅。第九名是 Tiger， 不是 Tiger，Tiger， 我觉得你好可爱。第九名是没有名字的人，谢谢没有名字的人。今天的第八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今天的第七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今天的第六名是阿牛牛，谢谢啊，红烧阿牛牛。今天的第五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今天的第四名是伯承，谢谢伯承。今天的第三名是荣哥，谢谢荣哥。第二名是耳机酱酱酱酱，谢谢酱酱宝。今天的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拜，明天见吧，大家。荣哥，这个也算吧。好的，吃饭时的美照，可以拍食物的美照就好。他等下。我要国虎的大餐，你嫌弃我？我也接受。阳光领完了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赶快下播，七点半要到。
那走咯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但我还是跟我一样，我原谅你，但你吃不到，只有我吃得到。Isaac 拜拜，博成拜拜，黑杰克拜拜，吉米都拜拜，没有名字的人拜拜，博成拜拜，德全拜拜，阿牛牛拜拜，大健拜拜，樱桃猫拜拜，荣哥拜拜，托摩拜拜，哲伟拜拜，海豹拜拜，柠檬拜拜。Derek 拜拜，嗯，可怜。希恩拜拜。黑流星拜拜，金阳拜拜，连续三天对啊。社童酷拜拜。我想拜拜，请让我滚，滚，请滚，请滚，滚滚。不能滚。拜拜，明天见。去喝水。三二没有听到。下班时间可能三二一 ，peace out， 明天见。